大家早安，大家早安，早上还有点混沌哦。很感谢巴黎杂志让我分享一下一整天的行程。那疫情我觉得我好像更加忙碌，因为一整天都有忙不完的事。我还是一样的晚睡早起，尽量以前是希望早睡早起，但是现在因为疫情的时间好像很多人都晚睡，所以我就陪着他们可能聊聊天，或者是处理一些想法讨论行程。那早上我还是照样的早起，早上都还没有很开脑。好，跟大家看看我的床铺，我在睡觉的样子。好，带你们，我要先刷牙洗脸呢，还是先啊？我好饿，我要先去吃早餐。大家看看我的书，我真的还蛮想喜欢读书的，因为我觉得，哎呦，我觉得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一个人能讲多少话，写多少文章，都是读书来的，所以读书很重要。我要吃什么呢？我看一下啊，大家，看一下冰箱，吃这个好了。吃手很难拿东西。来，小孩子在公园那个院子玩，待会我就带孩子去骑车。他来换个衣服，自己练习一下。练习完了之后，我就要开始准备去做一些拍摄的东西。大家每天早上不知道在做什么，可是对我来讲，就是吃一份我很喜欢的早餐非常重要。好了，完了。两点到三，这是我很喜欢的优格，虽然已经被我吃的有点难看了。因为每天早上大家起来的时间不大一样，所以因为我今天比较特别早起，老公也上班啊，他们还在睡。我就会自己弄自己的早餐。重点就是要让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更好，好吗？接下来我先去换个衣服，去骑车。小姐姐嘞？耶、yeah ！要出发喽 ，Go！ 啊！你要重重啊，对，一，好累哦，这个车 ，OK， 哦，哈哈
你每天花五分钟跟着我一起简单的练习瑜伽。这是一堂释放压力的课程。如果在生活中你感觉到压力或不安，希望你跟着我轻松的练习，让我们一起找到新的力量。好，潘老师准备好了吗？耶、yeah。